今年看来天气还是比较好，应该不会有什么暴风雪之类的。不二门，到了这上面还有一个小庙，寺，佑国寺。怎么换都没事是吧？换，这样换有事吗？没事。肯定没事。看看你们的装备。哎呦，那我必须得把这个演示一遍，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。防晒利器啊！不是，厉害，不错。内心你怎么会穿的这个鞋？我，对啊，我跟你一款。哎，瞧瞧我穿这个鞋。拍上去。张磊，这不跟你一款吗？哎呦喂！对啊，怎么都穿这个？你也穿一款。嗯。哎。真冷，特别冷，特别冷。东台它这块这个下山高山草甸还是很漂亮的。Thank you.
狗哥，哎呀，原来是你，狗子阿姨，耶，哎呦，黑哥，哎呀，黑哥呢？哟，什么老师你？哦，好大哟，我的天哪！怎么样？成功啊！北北关门，好啊！黑哥特好，你知道吗？爬那一坡啊，手杖紧紧，一直把手杖紧紧。对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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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那个，我好难哟！我操！为什么老是这句啊？为什么老说这兔？我的天哪！行，哎，去年哎，前年的风格看不见你应该。走了走了走了，好好吃，哎，拜拜。哇塞，你在这儿呢？哎，那个谁呢？那个火车你看到了吗？好，重新是不是？赶紧慢点走。哎呦喂！快快快！他不敢有，咱这压力够大的呀！压力绝对大。小龙哥在那拍照去了，还是三个小时？行了，来吧，准备好，加照加照。好炊饭面包。哎，要加东西吗？要加那个蓝莓。蓝莓的。对。一块一块就够了。我吃了一碗面了，已经。哎，折一下。不不不，你吃怎么样啊？差不多了吧？我再喝一杯。拿纸巾去。又到了金阁寺，每次来五台山这儿都印象很深。行，今年你的老劲先冲了一下。我的天哪，拼老劲了。哎呀，今年真是不能再冰雹了。是不能再冰雹闪电了，我们要努力趁着好天气多赶一赶，赶紧整完一会儿拜拜，赶紧一会儿你我绝对得拜，我天哪！四
4K 完赛啊，必须 4K 要完赛。好、啊，然后小熊猫路上，这是某位神的交办的任务啊！哇塞，那神啊！我的哪个神啊？哇！让神想着回去请我吃西瓜啊！这个西瓜的是广告呗，我这边要保留。这是在寺门口说的啊！哇塞，寺道啊！我就不进去了，你拍着，你拍着我，你拍着我，我拍的。这边门外卖了，是可以让我进。好，结束，结束，继续往前吧。啊。啊。好啊，那拜拜。哎，好多好多熟悉的面孔，这个，好多熟悉的面孔的东西。你看吧，这裤子在这儿啊。哎，这儿好，我们在这儿吃的粥，然后吃的面包、香蕉。好久没见了，2013年日本之后就再没见过。我们三年都没见面了，对，好多年没见了。行，好，我们要一会儿继续了。看看，你是怎么对？好，看我也不知道拍没拍上去。哦，西台，忘了拍这个。终于出发3公里。对，终于这是哪个台来着？中台。中台，其实我现在让，其实摄像的这个同志现在已经神志不清了，他连在哪个台都不知道了。需要让他退赛吗？可以给您记录一下退赛。哎，有还有什么吃的吗？有香蕉。说一句吗？不吃。游戏选手倒是神志不清的人也应该说。对，你是第一个，我在北京，我在北京，劝退了。这佛像很漂亮，我应该和那个佛像合张影。嗯，真的很漂亮。这还是很壮观的，这么多色彩，造型各异。行了，看完佛像了，然后该去最后一个北台了。啊，我们到北台了，到北台了，老师，北台喽，到北台了。功德圆满的天王殿啊！哎，好看了啊！哇，咱们这儿的招式师傅开过荒的。哇塞，那肯定得喝两碗。你喝四碗呗。对，一个 K 一碗。对我的天哪！少喝一碗你就完赛不了。人都是自拍的。还没有机开上来。哎，不是从这儿下吗？这是北山，这边。啊，我们快要到终点了，然后终点也有很多长枪大炮在对着我们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我这儿能，
这样应该能拍到咱俩。我白天回来了。别急，哟，你怎么在这儿等着呢？啊？我发一，好远了，好远了，好远了。好远的，赶紧充电，充电。快，赶紧拿走！我靠，原来你问了一路，赶紧拿走。我今天被坑了一早上才来了。谁坑你的？好久没坑了。走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！